爷爷要出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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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了。爷爷要出差了，你要跟他出去吗？阿瓦，你还在那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能让他出去，不能让他。走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爷爷出差，你不能出去了。进去，进去。进去，进去。跟爷爷拜拜，跟爷爷拜拜了啊！爷爷要出门了。拜拜。接下来几天你们跟我一起过了啊，不能调皮捣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几天你们乖乖的啊，不要捣蛋，爷爷不在，没人教训你们了啊。弟弟，我也背上去做。哇！哈！哇！哇！哎！你回来了。哎。旺旺。久不见啊！下来下来，爷爷给你带礼物了，下来，快来啊！下来下来下来！嘿嘿，在家喂吗？下来下来下来，有东西吃，下来。刘刘，你不过来看一下谁呀、啊？刘刘，下来下来，来这啥呀？哎，还挺懂的啊，买两个转个小球啊。啥玩具啊？海棠吉祥王。哇！李丽，李丽把那个球叼走了。终究还是他弟弟重要。什么现实的？妈咪，你太现实了啊！妈咪表情，妈咪表情的表情。是的 ，baby 给他抱。你要打姑姑，姑姑。怎么说？再转头看一下你。猫什么？你说。哎 ，B B。猫 B B， 猫 B B。哈哈哈！你又看你一眼。嗯。干嘛啦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。怎么说？是装傻的我，然后那表情啊。喵，喵这里是不是？喵这里是不是？乖的很。他开始不开心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开始不开心了，笑表情，不开心了，不开心。快点哄一下，快点。啊，气死！喜欢爸爸吗？爷爷出差几天啊？年假。